哇，石头下面哇，还有只螃蟹，两只，天气不错啊，适合赶海去抓点海螺。路不好走啊，这边就没有人，来看看，有两条。下午很快涨潮了，他们就没事儿。这应该是一个猫眼螺吧？哎，果然猜中了。哇，猫眼螺一个。这个白白的，它吐的这个粘手上就很难洗掉。哇靠！这么生气干嘛呢？一只螺加一个螃蟹，哎，螃蟹跑了，哎，哪儿跑？螃蟹放生吧。再来一只螺，还是活活，断了一只腿。发现了什么吗？空的死了，嗯，里面有一只寄居蟹，我女朋友就喜欢这个寄居蟹，她跟我说这只带回去。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很小，这个像个很鹅蛋一样，很小。啊，刚才被海胆扎了几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呀，这搁浅了，来救救他们吧。还有一条呢，这还有一条，搁浅了。哎呦我靠，他不想走算了，下面有水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正确的这个抓住海胆，挑它两根刺，一根不行容易断，这样就拿到了。哎呦，但是它仍然，它那个跑很快啊，这玩意儿脚跑很快，在这种地方呢，算了，把它放回去吧，拜拜。我捡了一个这个大贝壳里面一个寄居蟹，它想出来。我忘跟大家说了，这个玩意儿呢不能抓，这个是违法的。在中国它是无二级保护动物，这边也是保护动物。昨天那个酒店的老板娘跟我说，这玩意儿如果抓了，要警察要把你抓走，然后别人看到了就会举报你。他们说以前可以，现在已经不让抓了。这一块是一个
一个水坑啊，里面有两只螺，这不知道是人家放进去的还是他搁浅了。哎呀，收了。哎呀，今天这儿没人钓鱼了。这个不知道叫什么螺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墨鱼骨是吧？很大啊，这。看看有没有搁浅的小鱼儿，这块有吗？啊 ，sea cucumber。这有只啥？这挖了个洞，我就服中国那种石头一扒开，我去，八爪鱼。那些赶海也不知道咋赶的，八爪鱼它都能扒出来。猫眼螺的壳，但是我已经有很多了，不要。又一只，哎呀，这家伙也死掉了，是死掉了，还是活的？死掉了。哎，这玩意儿我也有很多，我去，这啥？啊，这个挺好看的，带走了。哎呦，挺好看的，收了。这里有个壳来的，妈呀，这只就直接死在这儿了。这是什么来着？这是只螃蟹的贝壳，螃蟹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没有大的。我去，这只小鸟死掉了，小鸟死在这儿了。这里有一个墨鱼骨，这里面很多死贝壳。紫色的贝壳，就是这个了啊。这个是也是保护动物，是不能抓的啊，抓了警察要把你抓走的。你看，拍拍照还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拔出来呢，就伤到它的根了。它这个根儿啊，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。又一只螃蟹，躲在那个哦，这里还有一只哦，躲在这个海胆堆里。这螃蟹还挺会躲的。躲在这儿。我去，这只螃蟹这么漂亮啊，花的，放它走吧。我就从这儿过去，路非常难走，但是还是可以走的。这是一个小坑，这边的海胆个头怎么这么小呢？这是螃蟹，
这个坑里面是100%搁浅的，但是也不用担心啊，海水一会儿就涨回来了，准备跑路了。哎呦，这只真是马上要死了，我群那还有一只，赶紧把它救一下，这真是要死了。哎呀我去，拯救两只，上面还有一只，这一只问题不大，过来了，发现猫眼螺一只，走你，猫眼螺一只，收了。这是啥？哎，这都搁浅了。这只也死了吗？还真死了。螃蟹你躲那么好干嘛呀？哎哎哎！哎，看看有没有一只两只。这猫眼螺挺多的，怎么都死掉了？这是个啥？哦，生蚝类的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抓到一只大的啊！这是这两天以来抓到最大的一只。我去，这只应该有个3两多吧，待会儿拿手上看看啊。这只螃蟹真的有个2-3两了，很大了，还是把它放掉啊。嗯，它在躲在这里的，是一只很肥啊，猫眼螺，搜啦！看来这个它都在浅水区，深水没有。OK， 待会儿好好找找吧。这一只搁浅了，但是离水很近，问题不大。这个水坑里的水已经退不出去了，问题不大。这边有没有啥东西？螃蟹很多，但是这个螺很少。这是啥呀？随风飘啊！啊，这里是两个，怎么没有螺呢？这是啥东西啊？这还能动？我去，太吓人了！这只也快死了，哎呀算了，不抓它，应该是死不了这种，我发现它身体里全是水。
扎堆儿了。哟，这我都不知道这啥玩意儿。哦，这珊瑚，这是。海洋那个保护动物也挺多的，但是尺寸都非常小啊。发现搁浅猫眼螺一只，运气太差了，它搁浅到这儿了。里面还有啥？我去，还有一只！我去，还有一只！我去！我去，一家三口。还有没有？没了没了没了，真没了。这个小的还是幼稚啊，它躺在外面，然后两只大的在里面，幼稚了吧。哎呀，又一只，怎么都在这种地儿藏着啊？我在海里面找半天也没找到。我去，找半天他们不在海水里，又一只。哎，他们都不在海里。啥情况啊？沾点水进去吧。我知道他们躲在哪儿了，躲在这种地方。哎呀，这下我知道了怎么抓他们了。哎，这一块只有这一个，收走。感觉要发财了，哼哼！但是这一排都没有了啊！他们吐的实在是太牢固了，这只不知道怎么拉出来，试一下。哎呀，好像拉不出来，那他就一辈子待里面了吗？还真是的嘞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整出来了，这还一只，这儿还有一只啊。哇，也是一家几口人，还一只，我去，这是啥？像是个海星之类的。哎呀，收了收了，一个。我去，这还一只大螃蟹，哼，不抓它了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我靠！这是啥玩意儿？这石头。我去。发现一个，哇，石头下面一个，哇，还有只螃蟹，两只。两只螃蟹让它跑掉。
都躲在这个小石头缝里面，是说我怎么找不到他们了？这里有一只，猫眼螺，这块没了，撤。哎呀，发现大瓶子一只，带走吧。哎，还很多水呀。发现大瓶子一只，然后猫眼螺一只。装走。不好意思，是个壳。我去，我去你的！我想把它带走，但是下面发现一只猫眼螺，是吗？这么搞笑吗？这就是壳来的，有可能是被卡死在里面了，出不来。他们时间长了就只能死在那儿。这种沟沟里面，这只又死掉了。对，死掉被什么吃掉了？应该老鼠之类把它吃掉了。它有时候你不抓它，它也死掉在这里面。哎，这只也是刚死的，这都是。错了错了，抓了差不多20只了。很多漂亮的珊瑚，带走。珊瑚。这只有搁浅了。哎呦喂！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壳。我去，这大螃蟹也死掉了，这应该都是老鼠干的。这是一条搁浅了的。比较小，一点点大，是你的吧？我一直好奇这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壳，然后是这样的，像螃蟹壳一样，但是很脆，捏一下就碎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今天的收获，猫眼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个。待会儿把这小的都放生掉，太小了，继续茁壮成长，然后两个小珊瑚，把它带回曼谷去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